谢谢。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项任务就和艺术表演有关，请来领取任务卡。齐心协力摆造型，一名成员在屏风一侧口头描述要摆的造型，其他成员在屏风另一侧把听到的造型摆出来。你比划我摆，然后我们还邀请了延边大学舞蹈系的同学们和刚刚为大家表演的社团同学们一起为你们的动作进行评议。欢迎欢迎，这么严格，这么难吗？他们总共有九位同学为你们打分，九位当中有五位选择通过的话，那大家可以赢得相应的画笔，明白了吧 ？OK， 明白了。今天晚上能不能睡个好觉就看同学们了。因为凯哥有点身体原因，他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行，好。我们先把屏风上来吧。这屏风挺小啊，这绝对遮不住张凌赫。这到张凌赫的腰。对，张凌赫。不是，你这屏风确实遮不住啊。就要坐下。坐下比划。接下来就请你们派出第一位要来描述的成员。白鹿，你描述，你表达好。我什么时候表达好了？你语速快呀！让走。好，我来，来试一个。几个人啊？每一题的人数不等，反正咱们先摆上呗。啊！今天晚上在这儿住，我觉得都不错，这起码是软的。来吧。好，来吧。那我们为大家出第一题，来。描述吧，请说。你还在吗？完了，白鹿。几个人啊？四个人。四个，你们挑吧。你来选四个吧。我选四个。首先这四个人韧带都必须好，韧带。头两个必须很好，很好。很好。然后我们的描述是有时间限制的啊，一题的描述时间是120秒。我来吧，反正我上一个。来，第一题，请准备，3、2、1。首先他前面两个人是屁股坐在地上，然后两个人手拉手。然后他的两个脚是脚对脚，然后就是成一个就金字塔倒过来，就一 W， 前面两个人是 W。这是 M 呀，哦什么哦？这是 M。评委，这是 M 啊，你们哦什么哦？这哪是 W 啊，手得支着。W 不，手不是这样的。对，这是 W。懂吗？就真的是 W。然后有两个人，左边的是拿着左手在左边那个人的左肩膀。左手在左。然后右边的是拿着右手在右边那个人的右肩膀。什么鬼畜的动作？在左右，反正两个人在他们的各自就靠里面那边的肩膀，然后，分别右手抓着自己的脚，抓脚拿过来，我抓谁的脚啊？你坐下，你这个手放他肩膀上，我，你他，那我呢？左边是左手在底下那个人的左肩，右手在自己的右脚抬到最高。左边的抱的是右脚，右边的抱的是左脚。我有点坚持不住了，等快点。倒计时30秒。有什么疑问吗？快。这个手。来，描述吧，请说。首先这四个人韧带都必须好，头两个必须很好。中间两个人干嘛？中间两个人的手干嘛？拉着。脚跳高，脚翘天上去。10、9、8、7、6。这是个啥？5、4、3、2、1，请拍照。
应该是大差不差，不太对，好像。对不起，我忘记说一个最重要的点，左右两边两个人是站着的。白鹿，来，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大家的完成情况。但我们两个基本上是 OK 的吧？中间是对的，地面这个是对的吧？地面李晨也不对，李晨是躺着的呀。你哪锅的？如果程程跟周深是站着的话，就都对了。不对啊，周深的脚和程程都不对。你是跟谁一伙的啊？那请同学们给出你们的意见。三、二、一，请举牌。对不起，对不起。这么严格呢？你们好无情啊！那你们刚才在那边呕呕呕什么呢？他们说：“哎，你们真的摆得好像啊，叉。”好，第一题很遗憾大家没有成功。接下来我们出第二题。你去描述一个，我觉得你应该说的准确一点。我描述过。有麦吗？好，下一题。这一题依然是需要四位成员出战，换一个。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啊。这个首先千手观音有点类似啊。这个我来，这我来，这我来，这个我来，这我来，这我来，千手观音，我来，千手观音，我懂。好，准备，三、二、一。这真会听好听好，别吵吵啊！站着坐着，站着吗？四个人最好有一个轻一点的，因为有一个人要骑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你上，你上。那你的脖子。骑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你上，你上。那你的脖子，你不是左？听好听好啊！我骑，我骑。人要轻一点的啊。然后呢，听我的啊，那个骑在脖子上的人。七波，七波。好了，听好，听好啊！骑在脖子上的人，双手打开。那剩余的两个人拉在底下那个人的双手两边，斜侧，斜侧。这不是刑罚吗？这些动作吗？那个两侧的人是斜躺着，这样啊？两侧的人是斜躺，快快，一只手撑着，一只手拉着范丞丞的另一只手，撑着白鹿，撑着白鹿，撑起来，好，拍照拍照，可以了，表情管理，表情管理，三、二、一，请拍照，开心一点。这可以，那请同学们给出你们的意见。三，这个你们看良心。一，请举牌。这可以，全票通过。哎，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哎，你这同学，请举牌。这可以，全票通过。哎，你的良心，你的良心在哪里？同学，您哪个系的？这么苛刻？这位同学，这位同学，请过来，让范丞丞骑在你的前面。那这一题恭喜大家通过。林鹤去吧，我去吗？啊，我去。来吧。这一题需要五位成员出战，请出题。哎，有一个是要倒立的。倒立。倒立不行，倒立不行。我也不行，倒立我不行。中间一个人倒立，然后旁边两个可以扶着他的膝盖，然后呢还有两个人把脚放在扶的人的肩膀上，快，哪只脚？两只脚，两只脚。脸向下，脸向下，脸向下，脸向下。做俯卧撑的姿势，这是舞蹈动作吗？老田，你把我们当那马戏团的猴了是吧？调调调调调调。好了，
了吗？好，笑容，笑容，笑容。三二一，请拍照。表情管理。这一趴我又累又没镜头。你下边没有吗？有吗？下边脸上被抽厚的，脑袋嗡热。你再给我打岔。是一样的吗？但你们得面对面。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大家的完成情况。啊啊，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可以的可以的。不是我啊，别别别，他是这样啊，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魏大勋呢和范丞丞呢都是偶像派，他要把脸露出来，他不能侧着站的，对不对？那我呢？我呢？然后等一下，来来来，那个，看看这格局，看看这格局，来点安慕希的这个最新升级包装啊，更顺滑，然后还有这个零蔗糖，很好喝的。所以我们值不值得一个大哥？来吧，请同学们给出你们的答案。来，你们俩把酸奶还过来，还给我。安慕希我喝了，这是怎么回事？没那么多了，还有下一把呢，我们也得喝呢。还有下一把呢，尝尝。我去形容一个。好。我的妈呀！这一题需要六位成员出战。最下面的一个人在中间跪在地上做一个那个大雁飞出来的那个造型。第二排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做出一个那种蒙古样子的那个造型，就是扭肩的那个感觉，你们知道吗？一左一右，文明明白，文明明白，明白。手是搭在腰上的，身体是往后仰的。哦，这就是扭肩的那个感觉，你们知道吗？一左一右。OK， 我正好了，正好下一个。第三排的两个人做的是那个敦煌飞天的动作，知道吗？最后那个人背着站，要腰要好，腰要来一个直接的一个反过来的下腰，双手交叉，交叉交叉交叉，我天 ，OK OK， 来来来，好吧，三二一，我又没有脸，啊，那不对，咱俩咱俩应该是顶着。大家再喝一瓶安慕希吧。我这太难了吧。三二一，请亮牌。我差两票。好，接下来我们是最后一题。给一个我过去吧。好，来，请出题。喂，快点来，你说谁来？这咋形容啊？这个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换新美味，奔向美好，一起安慕希。台铃长续航电动车，奔跑吧官方指定电动车。你们谁来？就当我没看见，就当我没看见。这玩意儿没法形容啊，这咋形容啊？这个几个人？他不是几个人，他这有的人我估计不是人啊。这一题需要六位成员出战。好，三二一，三二一，是这样啊。那个，咱们兄弟姐妹们，咋的？是不是得给同学们买酸奶去了？他是这样，他就像一朵花一样，花，一个人这个跪在地上，双手撑着。第一个人，对，第一个人，他就是个花蕊，花蕊，左右两个是做俯卧撑，
然后呢脚放在他的身上啊，然后我再说最上面那个人是踩在他的腰上，踩在他的腰上，对，踩在他的腰上站在上面，然后还剩下两个是手，所有重量都是中间那个人承受吗？没错，我建议花蕊应该让晨哥，我来。踩在他背上的人是什么动作？站在背上，双手打开。手打开有扶着人吗？有有有，他左右两边都拉着人，一个脚站着，一个脚放在那个花蕊的屁股上。就是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对你这个位置就是这样的动作，拉着这样。握着哦，对他，对。最后十秒，快快快快快，咱俩先上，上。一二。五、四、拍照拍照，三、二、一，表情管理，拍照。完成度也行不行？完成度，完成度100%。我改名叫李蕊了。改名叫李蕊。好，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一局成员们的完成情况。一模一样。好，我们还是请同学们给出答案。3、2、1，请举牌。哇！选票通过，恭喜大家又获得团队经费。还得陈哥做蕊啊！在刚才的任务当中，大家一共完成了三个动作，可以获得12,200币的团队经费，恭喜！目前大家一共累计了43,200币的团队经费。好吧。